大姐，你。手机，他不会发现呀、啊。不会的，他喝了很多，本来让我泡杯茶清清酒，你看，茶没泡好，他睡着了。冷冷，你抓紧时间把他手机的密码破解了，然后把里面所有的文件都拷贝出来。你要那些文件干嘛？这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就说你帮不帮大姐。切，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上市的竞标方案，石天明做的。这块地啊，只有80亩。石天明对这块地的评估价是不超过1亿8千万，和我的评估价结果差不多。上市从政府那边得到的内部消息，政府将来很有可能会在这块地附近修建机场，所以由于建筑用途的关系，这块地上面不能修建高楼。这个内幕消息啊，张丽媛也知道，不然的话，你知道这块地评估价得多少钱？4亿。你看到的只是石天明的评估报告，你知道在蒋大伟心中，这块地的底价是多少吗？这块地对蒋大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，哪怕是出4亿。他也要得到这块地，可这个人老谋深算，他一直按兵不动，就是怕有人和他哄抬地价。他的真实想法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不是，你刚才说日记，什么日记啊？在哪儿呢？这关系到大伟的个人隐私，所以我没有拷贝给你。哎呀，怎么还防着我？我只是想从蒋大伟那里得到一笔钱，来实现墨轩的心愿。可我也有我的底线，我绝对不能出卖大伟的隐私。安静啊，都说你变了，不过只有我知道，其实你这骨子里还是以前的安静。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就签一份协议吧。等这个项目完成之后，所有的利益我们五五分成。协议？什么协议？你就这么信不过我呀？这些年我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，不管是爱情、友情还是亲情，都千万别用利益去考验。既然是合作，我们就先小人后君子。阿静，看来我还是收回我刚才那句话吧。你还是变了。每个人都会变的，区别只在于变得更好，或者是变得更坏。真没想到安静能心平气和友好的和我合作了。生意场嘛，没有绝对的朋友，也没有绝对的敌人。盛世一直以来是我一个强大的对手，如果安静提供的这个消息是准确的，这确实是打击盛世的一个最好时机。到时候啊，
在竞拍会上，我就把价钱直接拍到2亿。这肯定和石天明的心理预算有差距，所以呢，他就自然的会放弃这块地。可是蒋大伟肯定会穷追不舍，回来咱们公司买这块地，到时候咱们就可以狮子大开口了，爆出他心里的底价4亿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从中间挣取2亿的差价。可是安静既不让我们看蒋大伟的日记原文，又不告诉我们那块地皮对于蒋大伟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他呀？杨总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安静也想借此机会捞上一大笔，他唯一有个心愿，就是为了帮那个许墨轩在全国办个什么巡回的画展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啊，女人为了爱情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。其实这2亿的差价对我来说，我看的并不是很重要。最让我心动的是，我可以借此机会打击蒋大为在盛世的权利。好，我就赌一把。安静开出的条件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永新拿1亿，剩下的1亿我跟安静五五开，每个人5000万。宋阳，你不会和安静一样想借此机会捞上一大笔就离开我远走高飞吧？张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要真的想离开的话，有没有这5000万那都是迟早的事儿。可我如果不想离开，有了这5000万，没准我反而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。当然了，不说这些，最关键的是，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对张姐的了解，应该是个比较大气的人吧，不是吗？是，婚姻都需要一张纸来维系，更何况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宋阳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真是没白跟呐。多谢张姐栽培。我觉得这个计划还是有一个漏洞，如果石天明在竞标会上没有直接放弃，而是打电话给蒋大为请示，那蒋大为肯定会让他咬死了不放，到时候我们这个计划根本实现不了。妈，您就别担心了，我能感觉得出天明对蒋大伟其实有很多的不满意。我想看看这2天有没有机会去找天明谈一谈，劝劝他加入我们的计划。你觉得石天明会被说服吗？这个我还不太确定。放心好了，他不会那么傻的。佳佳，你约石天明，我要跟他亲自谈谈。来来来，吃水果啦。看我切的多细致啊，大爷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对了，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把结婚证领了。着什么急啊？你放心，我这次答应你之后啊，绝不反悔，我跟定你了。大气，这才像我石天明的女人说的话。对了，但是我想着吧，婚礼咱们先不着急办，我有一个想法，等我姐把墨轩找回来之后呢，咱们四个人一起办婚礼。我姐当年跟墨轩结婚的时候啊，只是偷偷领了一个证，可是哪个女人对婚礼都是有很大的梦想的，她就是因为我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实现，我们现在补偿她还来得及啊。我们还可以在姐妹树那里
举办一个露天又浪漫又环保的婚礼，多有意义啊。嗯，我夫君真聪明。当然了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墨轩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。还有啊，我听我姐说，蒋总还是不肯放手，前段日子居然还买了个钻戒去跟我姐求婚，夸张吧？哎，那个钻戒啊，可比你送我的大多了，鸽子蛋那么大。我说你姐啊，都已经跟他分手了。那个老混蛋还死缠烂打，真不要脸。我本来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原谅他，让他来主持我们的婚礼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打算一直都不认他？再说吧。天明，虽说现在你跟我们佳佳已经取消了婚约，我生气归生气，但气过之后，我还是很感念你的。张总，您别这么说，照顾佳佳是我应该做的。天明，你在盛世集团做得怎么样啊？盛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在公司那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。啊，不过，啊，我是说假设啊，假设有一个机会能让你做到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什么意思？红旗机械厂那块地即将公开拍卖，我知道你对这块地的估价是1亿8000万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真的没想到，那么重要的商业机密，张总你也知道。可是你知道蒋大伟的心理底价是多少吗？是4亿。不可能，我的竞价方案已经得到董事会的通过，蒋总也认为那块地最高只值1亿8000万。不瞒你说啊，我们公司对这块地的估价和你一样，也是1亿8000万。可是，在蒋大伟心中，哪怕花4亿，他也要得到这块地。他之所以现在不动声色，只是为了防止有人哄抬地价。张总怎么就断定，蒋总会不顾商业规则，用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去买那块地呢？如果蒋总对那块地真的有什么需求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内部都不知道消息，张总竟然会知道呢？这种商业机密，他肯定不会告诉你的。但是他会告诉他的枕边人，这你该相信了吧？您说的是安静？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？天明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很有报复心的男人，我想你这一辈子不会只愿意做个副总吧？是啊，天明，你不是一直都说蒋大伟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吗？那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把他推下台了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你想怎么做？那剩余的2亿，我们永新、你、宋阳，还有安静，平均分配，1人5000万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您是希望我公然违抗董事长的指令？我知道，这么做会让你压力很大。不过我相信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一定会对付过去的。现在开始竞标，各位可以加价了。好，1亿1000万，1亿1000万，还有加价的吗？1亿2000万，1亿2000万一次，1亿3000万，1亿3000万一次，1亿3000万两次，还有加价的吗？
1亿4000万，六号买家把价格报到了1亿4000万，还有加价的吗？好，1亿5000万，1亿5000万，还有没有想加价的？1亿5000万，一次。好，1亿6000万，1亿6000万，有没有想加价的？1亿6000万，一次。1亿6000万，两次。好，1亿7000万，1亿7000万，即将突破2亿元新高，还有没有想加价的朋友？1亿7000万，一次。1亿7000万，两次。好，1亿8000万。哪位想加价？1亿8000万，一次。1亿8000万，两次。不好意思，我申请暂停。同意一分钟。蒋总，永新已经抢先叫到1亿8000万了，还跟不跟？跟，必须跟，不管花多少钱都把那快递给我拿下来。明白。1亿9000万，1亿900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1亿9000万，一次。1亿9000万，两次。1亿9000万，2亿。哇，2个亿，2亿。今天竞标的3号地，原红旗纪念厂地块，现在标价2亿元。还有没有加价的？2亿元，一次。2亿元，两次。2亿元，三次。今天的地王归属6号永新地产。恭喜刘先生。朋友，好，谢谢。崔敏，你为什么擅自主张放弃举牌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蒋总，董事会通过的竞标方案是1亿8000万，但永新抢先叫到这个价的时候，我已经按照您现场的指令把价加高了1000万，但我真的没想到永新竟然会叫到2亿。2亿又怎么样？我不是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这块地给拿下吗？蒋总，永新不顾市值把地价抬高到2亿，这样做已经是完全不合理的。这个蒋总，田明刚才在竞标报告里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政府的规划要在这块地的周围建一个机场，这样我们的楼层高度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，开发价值那可就大打折扣了。地质专家也说了，这块地的地质构造复杂，建筑成本会远高于普通地块，综合这些因素，这块地的底价超过1亿8000万就已经不具备开发价值了，更别说永新已经把价格抬到了2亿。是啊，天明主动的放弃是明智的表现。这个地皮价格多出2-3000万，对于我们甚至来说，这算什么？这算什么？我们再从其他方面把它给消化回来不就成了？您所指的消化，无非就是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。但是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长时间都不会变的，增加成本会影响楼宇的销售量，这样做是违背市场规律的。什么市场规律啊？用不着你来跟我说。朱天明，你现在给我想办法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一定要从永兴手里把这块土地给我卖回来。那蒋总，请您明确地告诉我，您愿意花多少钱把地买回来？不惜代价。家长，你可一定要三思啊！董事长，能告诉大家您这么做的理由吗？大家对于这块地皮的价格的认知都是在1亿8000万，但是那只是在政府申报机场成功之后啊。那万一失败怎么办？那块土地它的价值就在4亿以上啊。家长，做生意啊，冒险可以，但是不能有赌徒的心理。对。我就是叫赌，我蒋大为要是没那年胆识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盛世了。雷明，我现在以盛世董事长的命令你，你就照我的方法去做。
怎么样？天明来电话了，说那边董事会已经开完了，蒋大伟要天明跟我们谈判，无论花多高的价格都要把那块地皮给夺回去。太好了，看来安静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。哎呀，一切进展顺利。是啊，只要是安静拿到属于他的那5000万，那他就可以帮许墨轩实现心愿了。哎，看来啊，在安静的心里，终究还是许墨轩最重要。妈，只怕宋阳也是这个心思。我就怕你跟宋阳结了婚之后，你会变得一厢情愿。佳佳，你爱天明也爱了8年，他对你也没有产生过真的感情，你不是依然爱他吗？可是我现在不是都已经放弃了吗？我们和你们不一样，我跟宋阳也算是8年的实时夫妻了，我真的离不开他了。佳佳，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没有精力再和别的男人产生一段新的感情了。我知道，妈，你甚至可以没有我，但是都不能失去宋阳。你先听我说，如果我跟你说，当年伤害我的凶手就是宋阳，你还会这么义无反顾的要跟他在一起吗？蒋总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照顾我生意啊？刚好有事路过这儿，顺道来看看你。听天明说你生意越做越好啊，城南城北各开了一家，恭喜你。我这点小生意跟您的盛世集团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。对这个个人的价值来说了，那都一样。对了，蒋总，我听天明说您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买下一块地。想到这事儿我就一肚子气，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他一定要把那块地给拿到手。既然违背我的意思，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虽然我不懂什么商业运作吧，但是我觉得天明也没错，您那样决定的话风险太大了。这不是风险的问题，那是我对一个死者的一个承诺的信守。承诺？您能说的再明白一点吗？那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。算了，别提了。蒋总，我觉得您跟天明是缺乏交流，您应该跟他好好谈一谈，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说出来。甜甜君，给我个叉子吧。好。宋阳他就算不是故意伤害我的，但是他有意让安静背黑锅，那是一定的。如果当时不是安宁独自一个人坐了这3年牢，那坐牢的人就是安静。宋阳他连他自己最爱的女人都能出卖，他是一个多可怕的男人啊！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没有说出真相，继续装傻，那都是因为我想要留住天明。佳佳，你真的是个傻孩子。这石天明放弃你去跟别的姑娘在一起，他是天底下最傻的男人。他傻。
我不能再跟他一直傻下去了。我爱了天明整整十年，他始终都没有爱上我。我觉得我的幸福不能断送在一个从来都没有爱过我的男人身上，所以我放弃了天明。妈，我都能放弃天明，难道你就不能放弃宋阳吗？妈，你就别再犹豫了。其实宋阳他早就为了离开你做好了一切的准备，他这些年一直都从永新挖钱，中饱私囊，而且他还暗中搜集了你很多犯罪的证据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要不是因为他手里握着你的把柄，我早就去告发他了。我今天跟你说，就是想让你自己做个决定。妈，你醒醒吧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我现在脑子很乱。哎呀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。蒋总，怎么样？谈的怎么样？张总不在，他让宋阳跟我谈。他们一开口，要四个亿。四亿？我看他们想钱想疯了，他们还说，少一分钱都不行。奇怪了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底价？蒋总，我没听错吧？您愿意花四个亿去买一块连两亿都不值的地？对，我跟他赌的就是政府申报机场不能成功，如果不成功的话，那块地它不止价值四亿啊，而且还更有上涨的空间。但我相信董事会，他们不会同意您这样疯狂的举动的。是啊，这在谁看来，这都是一个疯狂的举动，所以我有预感，我将面临的压力。蒋总，您明明知道您会面临很大的压力，那你为什么还要？你先别说，你让我好好考虑一下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在想那块地的事情啊？说来也挺奇怪的，连我们都搞不懂，蒋总为什么会违背商业规律，花比市场价高那么多的钱去买这块地？而且这件事情为什么宋阳也会知道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种商业机密，不经常会泄露的吗？商业机密泄露，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跟我姐有关？怎么会跟你姐有关系？我也希望跟我姐没关系，可我实在想不出，除了我姐，还有谁能知道蒋总这么隐秘的想法？那你觉得，你姐会把这件事告诉宋阳？就算你姐知道蒋大伟的隐私，她怎么可能跟宋阳说呀？她还恨不得把宋阳给杀了，是不是？可是以我对我姐和宋阳的了解，他们两个也不完全没有可能联手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两个可能会旧情复燃？不是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完全没有爱了，所以才最有可能成为那种纯粹的利益关系啊。而且墨轩到现在都找不到，我姐现在肯定恨死蒋总了，所以她完全有可能跟宋阳联手啊。没有任何证据，这种事情别乱说，小心被灭口。知道了，给你倒茶。好。
她真是个一等一的大美人。这么多年了，看来你真的是个重情义的人。有徐茂谦的消息吗？还没有。也许他真的去法国了。对不起啊，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啊不，我后来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其实这件事情不能怪你。墨轩的离开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右手不能画画了，而这个罪魁祸首是我，和你没关系。怎么还是那么体贴呢？啊，这女人一体贴，男人就没招了。小姐，要不这样好了，既然你不肯嫁给我的话，那你就干脆做我的红粉知己好了，怎么样？当然是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听小宁说，盛世在收购红旗那块地上出了点问题。这次收购对我而言，它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竞争，而是关乎到我30年前对若兰的一个承诺。承诺？嗯。什么承诺？这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，我也不想多说。总之，我现在面临的两难的抉择。如果我遵守这个承诺，我势必让盛世在利益上遭受到严重的损失；如果我放弃这个承诺，那又有愧于若兰。你说我该怎么做？这生意上的事儿我不太懂，可就感情上而言，我想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的话，她知道你坚守这个承诺30年，最终还兑现了他，他一定会非常非常感动的。可是我现在跟永新谈得很艰难的，我如果要兑现这个承诺，我就要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的。大伟，你以前跟我说过，若兰啊，以前跟你吃了很多苦，可从来没有享受过你的幸福和荣耀。你赚的钱啊，几辈子都够花了。可你还有多少机会能真正为若兰做些事儿呢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谢谢你。昨天晚上蒋大为很侧面地征求过我的意见，我暗示他千万不要失信于自己所爱的女人。我想他为了对石若兰的承诺，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这块地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最多不出3天，他一定会让石天明来找你的。这就好啊。不过呀，我现在只是担心石天明别把这件事给说漏了嘴，如果要让安宁知道的话，可就麻烦了。安宁的脾气我了解，这件事儿他未必会赞成，没准还会坏了咱们的事儿。如果安宁知道石天明参与了这个计划，他一定会对天明很失望。嗨，这就不怪我了，安宁不是一直也瞧不起我吗？这次我就是想让他知道知道，男人，所有的男人都是名利动物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，一个女人对自己所爱的男人失望，远比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抛弃更痛苦。阿静，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不是针对我吧？你还这么恨我呀？我早已经不恨你。阿静，
你刚才这么说，你让我突然我就觉得吧，即便我拿了这5000万，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。好像我现在就在想，你说我这么多年，那我究竟我在追求些什么呀？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就别在这儿悲春伤秋了。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阿静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们连朋友都算不上，我怎么好意思占你的便宜？姐，安乐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没错，我是从蒋大伟的手机里拷贝了竞标方案。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如果只是为了钱，你就不会拒绝蒋总的求婚。你到底要搞什么呀？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墨轩。墨轩，你找到他了？他藏起来了。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就在这个城市里，就在我们身边。他一直在暗中默默地守护着我和安逸。墨轩为了救我，右手废了，再也画不了画。你知道这对他来说太残忍了，简直和杀了他没有区别。我也很替他难过，可是这跟你联手宋阳算计蒋总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因为墨轩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个一流的画家，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艺术殿堂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私人画展。如果有了这笔钱，我就能帮他实现这个心愿，等以后还可以开一个画廊，让他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美术事业。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呀？如果墨轩肯用蒋总的钱，他早就答应他的条件了，还用得着你这么铤而走险吗？可这不一样，让他出卖爱情来接受蒋大为的资助，他自尊心受不了。可这笔钱是我从永兴那儿挣来的。你挣这笔钱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蒋总知道了，到时候你跟乐乐都是要吃官司的。你放心，蒋大为是不会发现的。还有，这个计划不仅牵扯到我和乐乐，张丽媛还有宋阳，还牵扯到石天明。什么？天明？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了吗？天明也加入了你们的计划？是。如果没有石天明的加入，这个计划根本就无法实现。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在竞拍会上，石天明怎么敢不顾蒋大伟的命令，放弃与永兴角逐的机会？他早就跟你们商量好了。是。我真的没想到，石天明居然是一个野心这么大的人。在盛世，他已经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，可是他还是想把蒋大伟拉下马，自己来做盛世董事长的宝座。姐，你错了。天明这么做不是因为野心。那是因为什么？算了，我先不跟你说这些了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要马上去找天明。哎，小宁，你去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阻止我们的计划吧？姐，你醒一醒吧，你们现在已经走到商业犯罪的边缘了，再不悬崖勒马就来不及了。你想过没有，将来墨轩一定会问你这笔钱是怎么来的，到时候你怎么跟他解释？他是绝对不用蒋总的钱为自己办画展的。